是我们班音乐素养学的最好的同学，已经学到三级。在前两届的音乐会上，他分别表演了音乐，他分别表演了独唱和拉丁舞。总是喜欢创造新的他说，今年也该尝试其他的形式了吧。下面请欣赏他自己改编的俄罗斯民歌《三套车》萨克斯独奏。